三，然后因为零代进去的分母是零，所以 f of x 它极限值存在的时候 f of x 一定会有 x 这个因子，所以就变成结束。然后这边负一代进去分母为零，所以分子一定会有 x 加一的因子，所以就写成 x 加一。然后因为是 degree of f 是三，所以就可以再列 x 加一，然后就把 f of x 带进去，然后可以写出 limit x 到趋近于零。x 分之 x 加一 ax 加 b， 然后上下 x 可以对起来，然后零带进去会转出来 b， 然后底下 limit x 趋近于负一分之 x 加一分之 x 加一分之 ax 加一，然后 x 加一化掉，然后负一带进去 a 就八，然后就可以写出来它要求的 limit x 趋近于一，然后一带进去就得十六，就这样。好，这样没问题。你好，来，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